拉小姐怎么了？看起来像是过敏性休克，因为她对松子过敏，该不会含服有松子成分吧？你该不会，我真的只有用非常少的量，为什么轻率的擅自做主？无论如何我都会负责解决的。他因为你送到急诊室治疗了，他在哪一家医院？我现在要去看他。不要再制造问题了，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，现在马上回去安静的待着。杜宝莉，你糟了，一下子闯大祸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翻转吧宝莉，东森戏剧台。